咁廿八方咧，最主要係為坐月媽媽調理身體而設嘅中醫藥材湯包。咁佢總共咧就分28日進行嘅，分四個階段。首先就係調理好脾胃先啦，然後先至去進補嘅。第一個階段咧，最主要係健脾益氣啦，恢復呢個精神嘅體力，增加呢一個營養同埋奶水嘅吸收嘅。第二個階段咧係養血氣喎，因為生完嘅媽媽咧免疫力咧都會下降嘅，咁所以我哋要調理翻我哋嘅血氣啦，去增加翻我哋嘅免疫力咧，令到我哋咧冇咁容易嘅傷風感冒嘅。跟住佢最主要係繼續要養翻我哋嘅血氣啦，同埋去補翻我哋嘅肝腎嗰個運作嘅。咁產後咧就容易咧腎虛腰痛嘅，所以我哋要加強我哋嘅筋骨，去令到我哋嘅身體咧個下肢啊無力嘅情況得到改善。最緊要就係大補元氣，加強進補，咁就會可以回復之前嘅靚媽狀態㗎啦。八方咧一般都係中醫師嘅經驗處方，但係咧如果配合埋中醫師嘅臨床經驗，加埋大學教授嘅聯手處方咧，就會更加有專業保證㗎啦。咁呢款咧就適合大眾嘅體質嘅，無論你係開刀又好啊，順產又好啊，咁佢都啱用嘅。裡面咧佢仲精挑細選咗啲優質嘅藥材，例如係鹿茸片啊、高麗參片啊咁嘅。完成28日嘅调理之后，我哋就可以食滴鸡精，因为咧滴鸡精系最方便嘅，我可以做到提神益气，增强免疫力。记得拣零胆固醇同埋零脂肪嘅，咁就唔使怕会肥啦。佢将蛋白质已经分解成为氨基酸，更加容易被身体吸收啦。当时我仲有甩头发嘅问题，咁饮滴鸡精咧就可以补翻血气，甩少啲头发啦。其实喂母乳咧真系唔简单嘅。多推薦翻各位喂母乳嘅媽媽飲滴雞精，因為有豐富嘅蛋白質，改善母乳嘅質量，令到 BB 更加健康㗎。